视，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义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文人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生现代化真的能学长老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证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昌寺主持莲合，我平时拢将经甲翻译白话较无闲，而且经由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继续来讲这个《楞严经》第14集，这个经文来讲。复言现在阿难，你定当知一切众生啊，将无始来生死相续啊，皆由不敌上主真心性精明体，用诸妄想，处相不尽，故有轮回。佛陀对。佛陀对阿难尊者讲啊，讲很好，阿难啊，恁大家爱知影哈。讲所有一切众生，从无始以来，拢伫迄六道中生死轮回，一困啊落地啊，一时困啊出世做人，一困啊又搁出世做众生。伫遐轮回未煞，相续不断。主要就是拢因为未当证得迄个真心实性，毋知影家己有一个诶相处不当诶真心实性，未失了真心实性。迄真心实性是清净光明诶体性啊。相处不动啊，你凡夫呢，拢接这个妄心啊，迄、那个妄心做咱家己的真正的心啊，拢听妄心的指挥啊。这妄心就是心内加一妄想烦恼，伊是欲望不息的。因为充满着妄想烦恼，啊，着当下动歪脑筋，啊，着起烦恼，起贪嗔痴，看到好的起贪，看到无欢喜的起真灰心，发心地开人放火，啊，对一切怀无知、无智慧哦，错执、无知执着。所以
就去祭祀伊诶身体去做杀刀阴谋，去杀生啊！为了偷体啊，偷体抢劫啊，男女强暴、邪淫啊，讲白贼话、诈骗拐骗啊，啥物罪孽拢做出来。这当时因为听迄个妄心指挥，迄烦恼心听烦恼心指挥，叫你去做孽，你就去做孽，啊，所以做遮多孽吼。有迄个做遐孽的因，就一定会去受苦报，将来伫六道中就去受苦报啊。做遐较重，就着地狱五鬼脱身，做遐。较轻的有做善业，就升人间天上啊。所以就当个轮回未煞。所以，即几句歌就是代表《楞严经》的中心点。《楞严经》基本主要咧讲，众生未失了真心是性，啊，对于妄心和妄心之数。带一只六道轮回，楞严经归本的重点，到即几句就代表一切。嗯，涅槃经就安尼讲：心者，轻躁动转，难照难调，低频滚跃，如带恶心。讲咱这个妄想心啊，这个希望啊，这个妄心不是真心嘛哈。啊，心在动转的什么，像那个狗啊，不好跳啊哈，拢无一时停啊，转来转去跳动啊哈，轻浮，和你。抓袂到，互你调服去，叫乖乖，伊袂乖乖啦。啊，像野马啊，喷滴滴片，就是喷烟，就是野马啊，吼乱走啊。啊，像迄大恶星，迄星嘛乖乖倒呐，食几嘴起来吼，拉偌大袂破坏，含几斤厝嘛，摆弄嘛倒，如果安尼讲，念念信受啊，如必等功，招教不知啊，犹如缘何啊？这妄心呢，虚妄心哦，一念一念，当下胡思乱想，大妄想足紧啊，先一念。先一念想想过，再过第二念，伫遐吼，像迄电工，古早咧讲电工着啥物死嘛，啊，闪者闪者，只紧啊，死者死者，安尼动无停啊，着像啥，像迄个烟火着是像狗啊啦，咱个心所以，迄世纪登山中。那孙悟空就是代表这个妄心啊！孙悟空哦，跳无停，大闹天庭啊，所以观世菩萨往金箍啊箍的，就是往这个虚观哦，修改定义甲定义。所以像狗啊，像野性，像野马，对到经过来讲，心之可畏啊！心意毒蛇恶心，观察啊，大看诶，一迷照伊啊。这妄心烦恼心是真可怕，诶，害死你去食苦食袂大啦。伊个技术，你个开始去做歹，做业，你个对去食苦，诶，可怕啊，像诶毒蛇，诶，会甲你咬死啥物？像恶事就像火龙灾，
家死人，像冤贼，像土匪、像匪贼，解太死，像大火，像着火灾安尼，哦，规个甲烧了了。即间烧过间，或者也原因就是啊，烧得足紧。这也无办法，比如咱的梦心。心地关键来讲，心如流水啊，念念生灭啊，已不暂停。心如大风，一刹那间变化丰硕。咱这妄心吼，动乱无停啊，一念一念吼，就像那瀑布流水安尼，一秒钟一秒钟，拢无共。啊，就像迄个风咧吹安尼，一款啊吹东边吹，一款西西边，世界就过安尼。宝经来讲，此妄心如流水啊，生灭不暂待，不停止，犹如灯火啊，有缘有障缘世间。咱这个希望的心呢，就像多像流水，来了流的水，啊像瀑布呢，流过接近。生灭无暂停，迄瀑布毋捌停，迄水就直去。如果像迄冰火，然后一年就倒起来，经文个人讲，你今欲见无上菩提，真发明性，应当直心修我所闻。十方如来当一道故，出离生死，皆依直心啊，心念得故，如是乃至四种地位，中间应无诸微曲相。咱讲直心是道场啊，咱今日讲直心，毋是像迄个讲一个人戆戆直甲。自家都三回拢唔办咧，伫心哦，伫心就是讲无弯弯翘翘，无迄个叫做劳用心机啊。所以，若要讲起，有经咧讲伫心，讲较坦白啊，就是咱的真心实性，真心实性就是相思的相对咧。我心地观经来讲，即个叫做。《宝物经》啊，安尼讲啊，哈，讲这虚妄心，即马过来这段就是咧讲《楞严经》的经文啊，《楞严经》的经文搁接来讲，恁即马吼啊，想要来学习这个至高无上的菩提佛果，要来发掘你的真心实性。就应当爱热心，修我所问，就是我问你啥，你就老实来答。你爱怎这热心，真心呢？就是十方所有如来，拢是同时这热心，啊，达出离这生死苦海，调伏三界。拢介意直心嘛，拢因为直心啊，呾，直心就是心想安尼，嘴也讲啊，毋是心靠不离啦，啊，所以，古德安讲，恁即嘛想要研究这个至高无上的菩提佛果啊。要发起这个光明真心实性，应当爱热心诚心啊，诚实回答。西方世界所有的如来哦，拢相共是以这个热心的信道哦，出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，拢是彻底是真心。
心靠真心，静地啦，将静到菩萨的初地到相关的庙各地成分呢，含中间拢无就委曲上，委曲就是弯弯翘翘啦，讲解了就是虚伪不实啦，拢无虚伪不实的心，言行相应，嘴讲来做，就话做啊，唔是像有个人虚伪哦，嘴讲一款啊，表面一款，心内一款，啊嘴一款做一款哈，迄个是虚伪不实。只要讲委曲上就成，讲飘飘。这正着有各位呢，翻译啊，这阿娘到三娘三菩提了。翻译化作如上正定正觉，所谓正觉，就是表示不是像凡夫的迷而不觉，凡夫是迷而不觉。啊，外道呢，因所觉的是邪觉、错觉，因认为讲伊开悟，其实是邪悟啦。声闻声的阿罗汉，含缘觉性的辟支分呢，因有五道开智慧啊，会使称作讲正觉，是正确的觉悟。但是就是这两个小性哦，咱一般称为异性啊，两块小性啊，伊是。啊！经讲自己觉悟，赶紧当跳出三界解脱。啊，所以变了自了凡。大神讲咪讲伊是自了凡，就是自己了生死就好啊。无阁发心来觉他利他，无想菩萨，阁发心来觉他利他。所以。啊，清净觉未使称作净片觉，片就是自己觉悟过一切众生的觉悟，叫做片觉。啊，有呾清定觉，定觉就是啊，一切众生含咱拢平等觉悟，菩萨伊就会当片觉、定觉，阿罗汉袂当定觉啊。只有大乘菩萨呢，念众生苦起大悲心。自己觉悟，搁去觉悟众生利他，平等普遍觉悟，所以才讲正片觉。但是还未到圆满，所以只有成佛，才当称作无上至高无上啊，无人比较悬啊。所以只有称作至高无上正，无上正定正觉。为教经就安讲，将书心者，双人显书，坐伫一处如书不办。你若放纵你这妄心哦，啊，伊起烦恼，你着知命令你个脚手去作业，你着会惹出遮大灾祸，害死家己啊！你若放纵这妄心。你自己就完蛋了啊！坐伫一处无事不办，这妄心只只狗仔，你若控制了，别较乖，定定听话，你办啥代志都办会成功啊！我靠，从古经就安讲，念佛心者最为道理，我以心道，其结无所，今来得佛，独破三界。释迦牟尼讲。你当下好，你这个妄心这只狗啊呢，那是最有力，无力的人无办法幸福。我无始以来吼，含这妄心大心吼，要幸福的，会使经过无数劫。所以今日在成佛第三界中先突破三界。楞严经过安讲，此时坚定希望向心啊。
行你真性，行你无私，至今日今生啊，以擦为主，信你完成，挂时轮回。恁认为迄个妄心是你，其实迄是差啦，所以以擦为主啦，以那差啦，以妄心为真心嘛。其实妄心就是，迄个逐渐迄虚妄想，啊，你去攀缘所留的个影像啊。所以，你若以妄心吼，啊，唔打含回去正真心实相，你就轮回。如果安尼讲，一切众生吼，从无始以来，累积为物啦，失离分心，如无所转。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吼。六根拢随着六尘转，和偏啊更偏看咧走，所以唯物所转啊，所以未失了自我，未失了自己的真心，如果安尼讲啊，你心随念所思啊，将将出上心先出行处啊，依然相应，我即相信嘛。你为主人，你去攀缘遐落尘啊，即马当名，心啊当名，结一个妄心哦。你是胡思乱想，到暗时就变作妄啦，妄东妄西，迄就是，你的妄心去出落尘的影像啊。我本人离开台湾外，刚刚到台湾了，看到这个高门附近足清澈法源，阮就不能甲翻译白话。到即卖已经翻了141本，每一本翻了可能印几万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过来。啊，若是在家居士有需要，就用来寄去。到即卖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拢订写过来到。咱遮若写信，伊就拢印经送过来，袂晓寄这寄来。个时不要过年，个用电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继续不断地接受一挂人从你从事出家，培养因从来当为佛教方法提升。伊卖写啊一念起书，大家好八百本，讲伊卖写啊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像我附近办个全世界是会着。俺家头前边就是镜头这间，内底有一尊360人的观世音菩萨。迄是清朝台湾地府金光寺与南海佛的三请啦，真正南海观世音各地来参拜，拢得着一大灵感，含我家己嘛得着一大灵感。我8-9年前，可能有个含海，突然发现到这个发现，看我心脉无济，爱要继续甲上诉。我跪当咱观世音菩萨头前，求观世音菩萨甲我解救。有些人望见观世音菩萨在我头壳顶甲起甘露水。结果无偌久，迄最高法院将伊上诉甲驳回，讲你到即马提袂出人情无情，无啥物新的证据，袂使阁上诉，到这为止。但三审定谳，还我清白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甲我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中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超弘寺40年来推动一年白话经典90多本，精藏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士修班，修养高一点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，因为经费有限。
恳请一方大德来护持。画卦画，放放四四八五八四，户名新超公司，电话控制6312291，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汉传慧基金刚法灌顶传法即三归五戒，灌顶传法由福慧寺传承金刚上师住持体化和尚主法，日期11月13日星期日，报到7:50到8:30，法会开始9:00起。报名方式 ：email irisui30@gmail.com。法会地点：新北市树林区37号，请自备海清漫衣，佩戴口罩，全程免费，欢迎随喜。共佛共僧。还记得全世界最美的声音吗？后来他会自己走进幼儿园，他开始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也开始有自己小小的生活圈。别担心，国家一起陪孩子安心长大。佛一教经中，入灭前的佛陀三问弟子，汝等若于苦等四谛有所疑者，可即问之，无得怀疑，不求觉也。因应期盼弟子能彻底了知四谛的真实含义。四谛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四圣谛苦、集、灭、道，是佛陀从初转法轮开始到往后45年说法的核心教义。在中论书中说，四谛是迷悟之本，迷之则六道纷然，悟之则有三乘贤圣。谛有真实不虚的含义，若能如实知见四谛，便入圣者之流，因此称为四圣谛。苦泛指贪嗔痴烦恼苦，以及生老病死和三恶道的苦，这是苦果。集是苦集之因，这是由于不了解因果流转而造作种种与烦恼相应的行为，因而积集种种业力。灭是不受烦恼支配，了断生死的束缚，这是苦灭后的心境，也是乐果。道是灭苦的修行之道，概括而言是以戒定慧三无漏学为根本，是属于乐因。止苦断集，目灭修道。佛陀先说苦谛，将苦果放在前面，是为了让弟子们能知苦而生厌离，发愿不再造作恶法，即永断疾苦的因。要断离受苦，有断苦的方法，因此又有道谛来说明修行的道路。而佛陀先说涅槃极尽的灭谛，使人生起对乐的向往，进而发起离苦向道的心。苦因知，集因断，灭因正，道因修。简单来看，四圣谛即是解行并重的断苦向乐之道。海的誓约，